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天文台的天气节目，我是黎宏俊。先看看大范围的卫星云图，可以见到受到高空反气旋的支配，今天华南沿岸的云量都是很少的，所以今天维港望出去主要都是蓝天，天气都不错的。多阳光的情况之下，今天各区的最高气温都上到27至29度，而其中流浮山更加去到31度。我哋預計未來兩三日高空反氣旋會繼續為華南沿岸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而受到一股季候風嘅補充影響，下個星期廣東沿岸嘅風勢就會比較大噶。而下個星期初至到中期一道廣闊雲帶會為南海中部同埋北部咧帶嚟驟雨嘅。翻返嚟香港，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啦。晚间会是渐转多云，明天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而初时离岸风势是清劲。我们展望星期日的天气都不错，会是大致天晴，而之后那几天云量是会逐渐增多，还有几阵的骤雨，大家要留意天气变化了。天氣就講到呢度，祝大家有個愉快嘅週末，下次見。